今天弟兄姐妹平安，来个平安哦。哎呦，我是讲我真的，哎呦，我拍死哦，是哦。因为我人搞读书吼，搞我人Pastor Lee是想讲兄弟姐妹了，好，读书安尼真快去，我人每人讲道传道，我人家了不止那明白，上帝爱我人的读书，对我人的教会来运作看吼。OK， 我常常讲啦吼，但是讲着怀疑哦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新主的人。到八十八年迄时阵，我去盐城知道吼，加拿大吼，我伫缅甸，我去到加拿大，我阿姨、我妈妈的兄弟姊妹，当然就是基督教。哎，唔，我接到伊人的来宾，就是当然就是来传我去教堂。迄时阵我都唔捌叫做耶稣，读册有读过。可是呢，我那是佛教，以前是佛教。朋友有入基督教的班，我那是佛教的班。那有一次的时，我去到巴西的时，我阿姨就跟我讲，来，我带你去教会，他们叫做教会，我不知道。讲好啦，对你都去，我去到那边唱歌，我有拍手，我真欢喜哦，听到我也就是拍手歌，我就讲那句话，耶稣。既然我今仔日唔知路，我不唔捌路，是讲我有听过你的名，我听过你做安尼一奇迹吼，无自杀哦，我来相信路。但是呢，我无看过路，特别我相信路。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呢，上帝祝福我无咧，有无？有无？大家听有无？有哈，就是我人无看到啊，我人无看过上帝啊，我人爱相信啊，伊对我祝福啊，是真啊真啊真。到有自己的时，我就对上帝，对都未晓的时咯，祈祷嘛祈祷咯，吼祈祷啊，凊彩嘛凊彩咯，安尼咯，未晓。到有自己上帝，伊给我听到伊的声，伊甲我讲，你顺服我，你来到我的面前。我会祝福你，我讲感谢主耶稣。今仔日我是上帝囝了，我甲上帝讲，我爱洗礼。上帝讲，都朋友，我都甲我阿姨、我姨丈，两个都讲我洗礼了，特别洗礼，了特别洗礼讲，我就洗礼落去吼，上帝祝福真难满。哈咪咪惊惊，到我做面个，到我顺个了，感谢主无？还是我感谢上帝好无？我有家庭的时候，我的家庭家了来属皇主，感谢主。到今仔日，我大伯人伫只爸母属皇主，吼，我大伯仔，我大伯仔，感谢主。OK， 我可能背背啦，因为我人未听道理吼，因为我人主耶稣是真真奇妙的主耶稣，阿妹。阿妹，我唱一条歌吼，上帝囝。我感谢我们Pastor 哦，跟师母今天给我一个机会，会使来我人听你姊妹来唱一条歌哦，来做见证哦。因为耶稣救我。
天来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拿一姐姐姐来做见证哈。感谢各位朋友，叫我做耶稣。感谢视频姐妹，感谢各位朋友做耶稣。耶稣除了健康，而且靠的生命改变。兄弟们，相关的，如果是讲有帮助的家庭，唯有祈祷传到伊们听，伊人伊相关，互主来改变，互主来拯救，因为耶稣听你嘅，看你咪得，比如耶稣听你嘅，耶稣听你。感谢主，我做生命，来主，明仔日先来听主的话来，他们先念创世纪。Genesis 创世纪头条第一章到加头条第一百章到第七章，创世纪第头条第二十六章到加第十七章。那兄弟们，这几个礼拜我一个讲主的款，主的款，那么主的款。顶礼拜我就讲那么培养主的个性，是不是？那这礼拜我要来培养的就是。做成主的形象，大家讲做成主的形象。现在只话都未记啥物件，对我讲真个，大家讲培养培养，这是人的根，大家讲人的根。咱培养神的款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注意到啥物件？人啊用家己的力来培养，你知不知？常常是无足够的。常常呢，人也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的，点啥？常常做不到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无论爱卖、暑假无暑假，主耶稣要改变你生命，改造你生命，何如弟弟来影响你？你相信咯？无论爱卖，我刚讲一百话，无论暑假无暑假，也用伊方法，用伊记忆。用你的做法来改变路，上加油！因为伊听爱路，我把你去变来，不用耶稣听爱路。感谢主，等于听爱路的点啥？伊就无何路继续犯罪。伊听爱路的点啥？伊无何路继续受苦。伊若听爱路的点啥？伊骨卡埋入落到你罪手做内面。所以你来用一件一无好的、歹的，伊要改变路，伊要改造你生命，好你生命滴滴香，滴滴香。也宽，你的来想也变将 image 形象，那宽多少年代？创世纪头条二十六章，创世纪头条二十六章，先人讲，先讲我那个教条，我那个形象，按条我那个样式做人，可以人管理海内湖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禽兽，甲全地。并且地上所摆了一切的糖，神就要照料自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料伊形象做大波做杂波。也即话，从圣经在内面都看到，那人相信的爸爸，你记得，咁都相信的。不相信。咁即话，那人无相鬼的。那人无相禽兽，那人相上帝，那咪阿头几多咧？阿爸的心是的上帝，我能感恩点头前，我能读来，话到你圣经的话来进白路，听到你声，我能感恩，因为我能生命有主的宽宏无休，我能生命是如何我人的，我能好好来学习来学主的宽，好叫我能生命因着你来改变，求主教我讲话，感谢听基督。用耶稣基督的圣名叫你咯，阿门！感谢主。但是被你讲清楚就明呀，圣经讲讲咱是照着伊款做的，但是这个款化相，我大家讲化相。当这个款学做入来咱的生命，做咱的这神的形象，神的款，就是化相的点子，人就做在乎，阿门！在乎就领教咱的生命。罪的招租就应该先，所以人变好事就成法咯。人有罪就成法咯，人嘅拔刀去拔罪，做恶阿面嘅罪阿面就成安尼法咯。但是主听啦，大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点子啊，伊骨一摆，骨一摆啊，成为人，互人有一个 model， 模范 model， 也是有一个款，通恶。恶、哦、做得对，
就是先起初做阿公的学校啊，咱的祖公会咧完全的生活，完全的款，完全的生命，好叫咱都对起大的上帝起初做人的掌声，诶，所谓满足加完美的 perfection， 完美满足。那种种姐妹，阿个姊妹，这样代志是真奇妙。如果是讲无对耶稣行，你做袂到；你无听宗教对黑的人拢未执着呢？因为耶稣是神，所以来到这世界的真正，因为你想伊，你找得到伊，你看了伊，你学了伊，你对了伊的路行，哈，你就自来自想伊啦。然后自来自想伊，对嘛？真正自然对生命自来自改变。到后面，你直直来，你无想伊个点声，向千万对生命就落个最终，真正奇妙，真正奇妙。所以你那是无想人，你就想鬼。哎，讲来，你无想人，你就无想，你就想鬼。你如果没那做人呢，要恶神，大家恶神。所以你恶神来做人来讲呢，你这个人就是戆学的人。如果那是不晓做人，当然拢人无啲人，鬼无啲鬼，你知唔知？所以咱嘅社会都符合咱嘅内部暗示所嘅，啲教咱咱恶事嘅咁先，咱嘅生命咁滴滴来，滴滴食人，滴滴来，滴滴教做人，滴滴来，滴会晓做人，等你会晓做人嘅时候，你生命就改变了，你生命，你生活就开始变好啦，就真奇妙物件。那你看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十七节 ，Second Corinthians 5 verse 17 啊，《哥林多》读啊，《哥林多》第五章十七节，大声点，大家听，先注意听。圣经讲，那是有人在啲耶稣基督嘅里面，伊就是新造嘅人，旧嘅代志拢褪去，拢作为变做新嘅。但是我变做新的，注意，耶稣在圣经里面，圣经讲人乃是住耶稣里面，伊就是新造的人。意思是讲呢，你当今对生命，我的生命是有的咯，用着，他的咯，用着，花销的用着，所有不好的咯，用着，固起了咯。所以耶稣讲着住在伊的里面，贵做贵咯。当叫新主咧，就真叫新主嘅人，所以新主嘅人生命改变咗咧。因为主重新归主，他把呢边嚟讲，重新归主。重新归主咯。从此啊，为止新主人，感谢主。然后一，何如做嘅新主嘅生命？到底嘅新主嘅生命是虾米物件咧？我讲个啥先真？因为耶稣要做人的生命，成为一个真理的生命，大家讲真理的生命，真理的生命，真理的形象，就是意思是讲有真理在里面呢。咱看圣经啊，以弗所书 Ephesians，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十一节到加十四节，以弗所书，阿个呾以弗所书伊尼文人啊，阿个伊弗所书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可能讲，注意听，那是你人听过伊的道，领了伊的教示，学了伊的真理，你就要抛弃你人旧早在你行为上的旧人。这个旧人是因着家己的私欲。会迷信，渐渐变歹去，又要将家己的心智改换变做新的，并且成了新的人。注意，这新的人就是照了新的款所做的人。耶稣讲真清楚啊，真讲真清楚啊。比方这旧的人要偷去，成去新的人。这个新人是啥物？相信的，想上帝，想起初阿公阿妈比做上帝的生命真正。然后这种的人有啥物？有真理，来讲真理，加公义，加圣洁，三样。那听你姊妹要注意啥物啊？主耶
耶稣为阮清洗这神人，改变你生命，要何你未来去相依，相依做啥物？头一个，相甲伊个呢，有真理来讲真理。真理。所以啊，姊妹，今日主要改变你生命，何你正为你生命有真理来主，真理。啊，这世界定无真理了啦。这世界有诶啥物呢？有诶道理来讲道理。不是真理啦，叫道理啦。就是讲，你讲有道理，人就听咯；你讲的无道理，人就听咯。你讲有道理就对了，是无？那道理啥意思呢？道理就是人想出来，来讲人想出来。道理啥物？道理就是人感觉对的。所以奇怪的是无？那是讲的讲讲的有理，无的讲无有理，两个讲没有理的是无？你讲你有理，我咪讲我有理，所以嘴嘴才是有理咧。那这世界里无讲真理的咯，大家讲道理，你讲的过人，你骗的过人，你瞒的过人，你的就是道理了，你知道？人就要听你讲的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看，今日这世界有法律，但是法律有公义哦，无的。你有理，就是有公义，对不对？你有理。你律法咩变作来帮助你的罪人做错，是不是？那看到这世界是啥物？那对于管这世界、管这国家、对于管的人，你在意做嘅物件黑暗，但是你看到大家不就要尊重伊，因为伊讲有道理，所以大家会听。那要怎办？这世界有歪理，已经无真理了。做基督徒，今日之外，那无常，因为那个神是真理啦，伊本身就是真理，本身就是真道。约翰福音第一条 ，John chapter one， 圣经就讲，道者若心就是神，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神本身就是真道、真理，伊来到这个世界。个大伫咱内面，所以阿姊妹，当你是会惊字的人时，当你要做基督徒的人时，耶稣无你做一个无真理的人，伊就准备为圣人充满伊的真理来活，靠着伊的真理来活。因为伊叫你啥物？伊叫你做世界人的光，世界人的盐。只有基督徒，万物甲会有真理，住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因为咱人拜的是真神。所以信主的人生命就要改变呢。信主的人的生命改变啥物呢？就是行到你真理来。那兄弟们，要注意啥物啊？真理唔是你感觉对唔对，并唔是你去找出听到还是对人讲的对唔对。今日世界是安怎呢？大部分人讲对的，就是对啦；大部分人讲唔对的，就是唔对啦，是不是？对唔对？我讲唔对，虽然大部分人讲对的，但是嘛，我唔一定对，迄个唔是真理啦。大部分人讲唔对的，无一定唔对，因为迄个唔是真理啦。啥物是真理？真理有一个标准的，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看法，这个标准。因为人无叫 perfect。人的脑、人的心、人的意念有偏差的，所以你无论安怎看长物件，当时啊，你未完全对的。当两个人看长物件，当时啊，也是另外，伊有伊的看法，伊有伊的看法，伊当作家己的是对的，伊咪当作家己的是对的，了搞到一个是对的。对你徛落去叫较济人来讲，个点样出面较济，伊咪叫较济人来讲，你咪叫较济人讲。伊咪有伊个上家伊个看法个人感觉对，伊咪有上家伊看法个人感觉对，所以搞这是对个。无人知，听真话，今日你免要知对唔对，唔是用人个看法去看，人个看法叫做道理。咱要用神的标准来过生活，你过也过 ，OK？ 世界内面总会解释，你自家爱嘛，是不是？
但是全世界立了一个法律，就是红火过，红火速，黄火准备速，了青火过，对不对？要你使讲，我无时间，我时间红火过会使哦，伊拢咪过咯。我车龙死，我你死咯，是不是？十个人无，十个人停呢？你停咩咩过？十个人过，就是咩停？那边怎啊？是不是你使做不要紧呢？我就上班了咯，你嘛是学车龙掉了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使紧唔爱行，但是你嘛做在乎咯。上款你今日上条人尽力吗？圣经话你尽力去，好你只青春在哈面行使，哈面行未使，哈面行上帝时间，哈面行上帝无时间，哈面行做几多都使做，哈面行做几多靠别人做，即尽力吗？但是人之外，只系人讲使做哟。同尽力讲未使做哟。啊，你是合安装款的人，那是你对了尽力行啦。你坚持全世界人做噶啦，我咪做，因为我耶稣讲未使做，这就是徛在你尽力啦。行你真理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今天的世界已经无了这无真理的世界，教会很舒服的人，因为自己来的行的偏差，让人看不到真理，开始对了潮流来行，失去了上帝的恩慈，跟他做一个大人物，都对来上帝的真理，站的真理，活的真理，行的真理来。那你对你讲，行的真理，活的真理，站的真理的两声，两姊妹，运动的阵营，你就要做的头一阵营，都是你定就要透起的古人，愿意帮助家己来行。如果你行上帝话，这个真理的标准里面怎啊？无影响，只真理是甲你脑冲突了，甲你文化有冲突了，咁平常时的关系有冲突了，甲你的过去的经验有冲突了，你会帮助对伊话行的啦。比如讲爱人怎个咧？圣经讲唔单止是爱人，阿咩爱人系仇敌啊。Enemy 仇敌仇敌啊！那这物件，当你脑会受袂好咧，当你关系内面做袂到咧，当你经验内面是无人做咧，但是圣经讲你都要爱你仇敌哦。等我爱你仇敌，今仔上个又会坐大落你个头顶咧，然后伊要搞神官，神官就是我，然后我就报应，伊叫你嘛报应，伊叫你交予伊，然后你。疼爱这个元首人，伊枵了啥，你害食；伊嘴大，你害啉；然后伊无衫裤穿，你害穿。那遐姊妹，这项物件是毋是超过你脑所想、你经验、甲你感觉？所以，若是讲你若是金条的旧的路，你做袂到的，你怎做会到？因为这毋是你经验，毋是你关系啦，毋是你看法啦。不无道理的，但是你无道理啊！唔是讲这唔是真理咯，也是咱感觉这是无理由的啊。但是你无你讲个无理由的啊，无一定唔是真理啊。上帝哈密苏叫那人要偷拔那个敌人，哈密苏叫那人要原谅那人的敌人，甚至爱他。耶稣过来讲一句：登陆。去原谅人的点啥？你天顶老爷，你原谅你，对不对？那样之外，大只物件你做咧，点啥？你生命在叫运动行偷白，偷一个心灵的偷白。我常常教你讲，认人的人加勤苦，还是可能认人加勤苦。认人恨人嘅，恨人嘅憎人嘅人辛苦嘛，系咪？你嚟信主咧，个认人嚟讲，你俾你怀疑佢，你生命俾佢偷白。你生命要谈平安，因为你自己艰难。所以耶稣的灵力、偷棒的灵力，你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，完全偷棒。所以叫你原谅人的点啥人，只咪叫你原谅人，有意思的，就是要偷棒你生命，好多谈到自由。所以他的姊妹，哈密苏，哈密苏，主为了徛在真理面，咱看到大圣人，
因为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到三十二节，因为第八章三十一节到到三十二节 ，John chapter eight verse 31-32，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：，你人若是常常遵守伊的道，我就尽是伊的门徒了。你人就都未知影是你。真理论也都叫你趁到自由，但讲趁到自由。你若徛咧真理，活咧真理，行咧真理了，你就趁到自由。你偷一个偷抢物件，你生命完全在了偷吧。阿弥陀。第二，当你行到咧真理的当下，你就叫第二项物件发生。你未不真理嘛？你若无听上帝话，单单靠着人讲的话。你知影是道理，不是真理。所以圣经的话，你追求的怎样子嘛？圣经的话，你揣的怎样？所以你本身嘛，把主的话来真正亲近，然后亲自都要去学。圣经讲，你领了伊的教，你受了伊的道，你都要去揣的，亲揣的，追求新的道。你就要去专心去听，专心去看，去圣经话，做你记在你心内。你肯定要强的真理。你这人若强到真理，你就有福气了，因为你会谈到头道。那这世界人拢是困难的了，因为像个风安尼乱行走，当济人讲了咩了，伊就对，对了歹，伊就拢变。济人讲唔对，伊就对，因为家己你唔知。到底对唔对？伊个老板唔对，伊个祖公唔对，交代伊呢，伊唔对，伊个家己听唔对物件，全世界人拢受着捆绑，全世界人拢被谈着头发，因为都是无真理。大家就是对人冷的话，像风咧吹来个吹去，吹来个吹去，人讲一个水，伊就对一个；人讲一个无好，就对一个；人讲啥物，伊就对啥物。伊的生命无真理来传领，像个风咧，我系无好个后生仔，我拢搞唔知。大个个爱是指挥啦，你知？今日听咧美国个歌，同我听，美国个 artist 歌，你知？你然后对美国个咧明星情商，到底 Facebook 会试下咩？你知？放伊个啲 kiki 啦，穿个 sexy 个款啦，你知？一个放个热大咯，来个款啦，外国佬狂解咯，所以就个唔使讲伊危险个多。我都避讳啊，放喺 Facebook 面，对啦。他为什么咧？一堆人，因为看啲戏啊，看啲 MV 啊，然后看啲明星做嘅嘢，一堆人做。即系嗱，嗰啲避讳会晓，后面就会晓，会晓啊。你睇到这年代人，对这世界点啊，或者抗议，或者查我要强奸，未晓。越济迄个外国嘅集团啊，嗰啲 Facebook 会吹炸我了，老会掠伊碰见，连女人男嘅了知，伊唔知，伊老母未晓，伊老母看你今日扮面在佮佮笑，我外婆讲你点声，我想讲话伊真正猪啊咧，咁解伊个查某会晓扮 sexy， 我是看伊咧是老清华咯。但是伊嘛无感觉物件，因为遐物事，伊嘛咪是互这个世界的 culture 文化去影响的，伊嘛无讲无感觉唔着，因为伊嘛是个实事。伊只八岁尔，就安尼款，你都十几岁了，怎装？嘛偷个了？你咪不要讲物件，遐是世界人，唔是。你唔是驚人看咧？十幾歲啊，偷幾本翕家己一百件 Facebook 嘅，可能去釘人去電視去看。即係 case 已經是幾大堆了，你知道？後尾做咧潮流，即係潮流啥物嘢？愈多人看伊愈好，一無插掉唔掉，你知道？一無感覺歹勢了，
伊无感觉这是罪啦，伊无感觉有危险性嘅，无啦。伊未晓用咧做，但难做，真济难做，一百人听了难做，然后等一百人做咧，然后逐个人拍手欢喜，逐个人感觉讲伊是对话，讲伊是搞话，讲伊是出名嘅。听什么？伊面对了做，伊唔知有危险性，伊唔知这是罪。他们是因为伊的生命无尽力，只有人的道理，大部分人讲对，伊就做；大部分人来做，伊就做。今日讲唔是咧，反正新主的下面是我来讲，你要栽培圣经讲的名，你要挂在圣经内面，大部分人讲的不一定对的。你要听神讲的名，咱上帝讲的名。咱的耶稣的心安怎想？咱的主的看法啥物？圣灵在圣经内面教导啥物？咱的心内有平安哦，这是基督徒。所以主听咱，不要咱离开罪的咒诅、罪的灾祸，伊就着跪坐入去，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然后按照他的自由，伊改变你明白真理。让你来临有真理，所以人之外，你就准备挂在你主的话里面。今日不是大家讲对的，就是对。你要挂圣经讲对，等圣经讲唔对，就算全世界人做个啦，你面对要徛在你真理，无离开你真理，无离开圣经的话，对圣经讲会使做还是对。阿门。第二个要讲人之外，上帝要做你成为一个公义，人在讲公义。咱看大圣经啥？有所思人爱听，开了咧有所思门槛啊。有所思第四章十一节，到第十四节。有所思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。十四节跟咱讲，这新的人，新的人是照了新的范畴的。有真理的公义，然后公义，我也叫仁义。仁义这个字啊，其实就是公义啦。当你原文的意思叫做 the ayos une， 在台湾 the ayos une。the ayos une。这句希腊文啊，的意思就是 righteousness， 公义的意思。那要怎么？公义不是人看的。公义本是人讲就唔对，公义的标准咁样是咩？正讲就是合时的标准，大家讲合时的标准。合时的标准。就是上帝的这个的笑声，上帝的动声，上帝的看法，上帝圣洁的话教导，这是标准。听清楚。今日我来讲下物件，咱人的生命本来是罪恶的，是行坏路的。但你信主了过后，你就要行到对的所在，无行到滴歪曲的所在，未使失去主的公义。所以，这人若信耶稣了过后，伊就要改变的。这信耶稣的人若是无改变来讲，家己怎样，这个无叫做信耶稣。有很多人说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什么是信耶稣？我去 SB 那边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牧师啊，你说信耶稣得救，那你没说到哦。若是一个人信耶稣在做坏，他没得救，信耶稣要害死人，他没得救，信耶稣要强奸人，他得救，信耶稣犯罪，他没得救。我这清楚的回答只有两句话，我讲兄弟啊，当你问我这个问题，那已经唔对啦。你这个问题已经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你问题已经有冲突啦。头先面我要向你解释，就是讲，那是一个信耶稣，讲信耶稣的，一定就是卖犯罪啊。那是你讲我讲伊信耶稣那个犯罪，这个问题已经唔对啦。我无当作是信耶稣的。因不能叫做信耶稣的，那是你跟我说他信耶稣的犯罪来说，他根本不信耶稣，他不是耶稣的门徒，
伊毋是信耶稣的人，因为伊有犯罪证明讲，即个人无正才要信耶稣。信耶稣人有原谅，阿咩？原谅。但是伊兜兜面为着耶稣去付代价，背十字架去悔改认罪，所以信耶稣的人会直直来，就莫犯罪。信耶稣的人会直直来，减犯罪。那是你讲信耶稣的人，佫犯罪，佫犯大罪，佫条条犯罪来讲，即群人毋是信耶稣的人，你的问题已经有问题了，你的问题已经唔对了。我来讲，你唔知你家己为虾米物件。你那接触一个查某，是一个查某，我问一个问题，那是讲无你那接触唔是查某，你叫我呢？我问一个问题。布林达是一个查某啦，对不对？布林达接触是一个查某，但是我问一个那款问题，你讲这问题有问题无？布林达接触那是不是查某啊？种？有几话呢？耶利那不是查某啊？种 ？No， 那是 Chris 不是查某啊？种 ？Chris 是查某，这是 facts。布林达是一个查某，耶利查某是一个 facts。是一个事实，但是我这个人却为一个真正犀利、真正武功、真正笨蛋的问题，那是不然，那不是查某，安怎？安怎？你未必要讲物件，那是一个基督徒，那是搁犯罪，伊搁得救咩？那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伊搁犯罪，伊就无叫基督徒了。你未使讲伊是基督徒，我人无承认伊是基督徒，伊无在伊主的内面，伊就唔是基督徒。那是一个时期，当讲伊就第一来就卖犯罪，第一来就减犯罪，这叫做当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，伊袂去犯大罪，伊会第一犯第一减，第一犯第一少，这叫做信主的人。这个是上帝创造咱的生命，贵重咱的生命，予咱人第一来第一公义。为着你咱来看，今年直接一条字个三章 ，Proverb。今年，伊哩文哪讲嘛？暗杀，是一条二十到三十。圣经讲人所行，就你家己眼中看未见啦，你看，人目睭看未见。人所行，人感觉到嘛？背乎妖魔心，鸟人的心，衡量鸟人的心。为了妖魔知影人的心，分别人的心，行公义公平的，比献祭更加让主来接受。啊，注意怎样？圣经里面讲，人讲的对唔对，另外层面嘅，只要上帝讲对，就叫对。所以只有上帝够主嘅，来分清楚对唔对。只有上帝有权柄。来决定来审判对还是唔对？然后一个人，一面圣经在讲，若是一个人行在公义内面咧，伊比献祭更加让主来接受。今日我来讲正清楚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做正济好嘅物件，真正济所谓一个教会内面嘅仪式，但是你无行在公义内面，你无上帝来接受呀，你无叫做基督徒，听好啊。所以耶稣就讲啊。到時要將山腰甲綿腰分開，伊要將一個白鴨甲稗子來分開。耶穌講：見面叫的人多，見面人少，無一定你叫你家己是基督徒就得救的，你叫你家己基督徒的就是得救。你要真正信耶稣，安怎证明讲你信耶稣？就是你直直来，直直信耶稣，直直来，直直有耶稣的款，有耶稣的生命。耶稣的生命是啥物？就是真理、公义。我得记啊！我深深对你教会了，生命伫来伫改变了。你今朝在哪一块做工活？我有来教会了，但是听多了，还是发明出了面工人来做工人。那通常往这捧酒的人啊，我这捧酒人是来看面，但到你家什么啉酒醉咧，就听都好 tips 啊，对吧？
还是规班大人囝啦，还是五十啦，或啥物，咱有也是咧咧陪酒的查某啊，你若是家好朋友啊，有啥物正好私交，你来讲，伊偷偷搞你个啦。要不然讲咱有这个文化啦，无人知嘛是其实是未使做个啦。但是查某通常咧会帮助啊，比如讲若是搭到我啉酒醉，要花一个五十块，一滴啥物物件，伊系古马位啊，都是贵个大家分的。加了会变得八点多，加了会开小半的 ，OK？ 要若是讲嘢，即个卡斯文我来煮对你茶啊，下个对手的，就是你家己的，免分的，你 personal 的点赞，明白无？要偷偷你来是家己查某，像咱查某人做的，你知道？对我来讲咧，卡斯文要学你，买起码有卡斯文学你亲手夹，夹来学你，一夹学你认得你手的，当时伊就杀你，你了落去你手的，查某杀你，你唔是卡斯文。这项物件咧，其实你讲伊唔对，一边无讲唔对，我计认为唔是你家己做的嘛，是查某给你送你的嘛，因为查某是嫁你嘛，又必须要夹到我，我代表夹到我路嘛。但是你讲唔对咧，伊咪是唔对的，你知道？因为咱做来讲啊，其他人嘛无得上咯，其他人嘛是无谈对咯，因为做工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家己查某就好，所以查某做路，那歹做别人，你嘛是无好咯，是不是？因為我咧就來教會咧，新主啊，你知？新主啊，有時我就決定要行在咧主的話，要做一個好嘅人。然後，迄到開始啊，迄查某佮殺起咪手的來攰嘅，因為我介，今日我咧查某佮咱親戚領戚領嘅，一到咱做大雕就殺我度，我感覺無爽，我內面嘅心無歡喜啊，我感覺咱做來講，我是對不住我朋友嘅了，你知？古早未，古早见到你就正欢喜的，你知道？哦，你做个钱就好了，无你做个钱就好了，最好是嫁啦，我求伊干什么嫁？我搞好，伊就借就借啦。但是这个新主咧，佮无想咯，感觉无爽。我不行，做了就不行。每一刀，伊若杀起坏手的，我佮下落去倒落去来烫的，好大家分。我感觉无爽，因为我内面的灵。感到不爽，就是按你讲讲听，主就是带我行夜路。顶礼拜发生了啥物件？我过年过新啊，嘛知了啥物件？在顶年的十二月十一号过新，在顶礼拜有时我调人咧，就收了一个 warden， 海国啊，国的 warden 来抓我哥，我去讲啦，不是？我出来抓我哥。原来啊，伊弄车五刀无止过，在你无想的所在，弄车五刀的三万无形都无止过，所以我咧出来个厉害，后边在伊死了紧啊，我麻烦啦，后边你，好了啊，伊啊死了好了对了，一下咪是我咧带他妈对起过啦，我后头发觉原来伊死的努力，咪无人知啊，无人知。一死之前五礼拜，佮只龙车，龙车去来搬，你就是龙车去来搬，佮来搬咧，就等于只搬就死了嘛。咱人讲啊，出锅了来抓伊，就被 claim 咩样物件，被解决嘛，伊就死了嘛。了外调人的客栈，我就办人到底上哪位啊？龙车，伊就问我一句话，哎，彼得，你爱做啥物件哦？因为你过我死了五礼拜，龙车五礼拜死啊，这有通解决个？因为我人咪先讲啲龙车师，龙车叫泥上师，我哋咪会知道，又会听经嘅啦。因为新潮头站嘅嘢，我哋新潮，我哋丢咧，伊明明是坐啲斯温格，就是顺利面只啦，就咁招咗出来就死嘅嘛。有咦，所以我哋做嘅，你知道？我心内同我头得了，我卖，那是讲俾骗保险嚟跟佢我卖咯，因为我是牧师。那我同讲。我为新主的点些，我前进啊，刮树胶啊，无累啊，夹我来摩刀啊，无浪无花去做 claim 啦，去做 claim 咧就乌乌咧，为虾米累啊？来刮开刮身型人累来胶，我前进啥物？我咪惊你咩感觉？安怎是唔对个？我咪讲讲个啥物件咧？新主了，甲无新主之前，惊都要无想咧，惊都要死咧，改变。因为咱人要做一个公义的人，做一个公义 ，righteousness，
公义住伫咱的心内面啊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我讲，讲下千万都爱买骨哦，不是讲，不是讲哦。主耶稣在那边走路，何路成为一个公义的人？走路何路成为一个无不再行黑暗的人？何路一个上加伊的形象？这就是主的改变的。阿门。所以那是一个信主的人，无行在公义的位，那我讲讲。瑞文第一个就唔对啦，伊唔是新主的人。伊虽然有来教会，虽然有成教会的 member， 我甲你讲，教士在天国内面主无接受，安尼个人。伊若是新主，一定都要公义；若是伊新主，佮无公义来讲，伊无叫做新主的人。阿门，明白？所以若是在教会，或者是无公义的人害汝，那也只卖汝卖其他。唔对，伊是一个无信主的人，汝别怪伊。即无信主的人，也都无公义的。一个无信主的人，定都有问题。明白我兄弟姊妹？第三，兄弟姊妹，耶稣要做汝的生命，大家讲做汝的生命，做正圣洁的款，大家讲圣洁的款。所以我们上帝是圣洁的，因为贵做路贵路爱买的好，要磨练路塑做路，让路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大家说圣洁的人。看圣洁又说出第四条二十一节，第四条二十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单单看第四节就好了。圣洁人说，这个新人是照了新的款式在说啊，这个新人是上加新的，有耶稣的款，有耶稣的款的人，有真理、公义、加圣洁的圣洁。圣洁，哎呀，是嘛？圣洁就是原来的意思，叫 Holy All Is， 来讲 Holy All Is， 听到无？明白了吗 ？Holy All Is。意思就是圣洁啦，圣洁这个意思啊，是啥物呢？对神虔诚，忠心的受了对神的虔诚，做一个圣洁的职责。原来啊，啥物是圣洁？圣洁就是对主忠心，对主交代来讲交代。交代。那一个人啊，做的物件，人是看未到的。他们是圣洁，圣洁在你冷里面头前做就好了。会记啊，圣洁不是在你冷里面头前做就好，冷看到好的，不一定神看到好。所以做啥物件，你讲做啥物件，本好，汝的职责是对了神交代，不是对了冷交代。当一个人会对神交代，刚才伊把汝圣洁个滴生命出来。当一个人若是对着人交代，我咪讲，睇你应做啦。人看会到个嘛圣洁咯，人看未到个嘛会使做咯。人若是讲大家感觉到个，汝若咪讲，我若咪讲，不免个讲，大家若看无。就圣洁啊嘛，是不是？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世界人所做嘅物件嘛，对不？啥物是圣洁？圣洁就是讲有职责对神交代。有一世人徛到人看到看无到，有人无人，今日对无人无半人，你一人嘅点啥？你安怎过生活？你安怎决定代志？你手安怎清气？你脚安怎行？你心想嘅？人看的是不是对着上帝来负责？这个真重要。在圣经里面，就跟人讲三位一上，上帝讲了一句话，接着三位一三秒的嘴讲了一句话：要我看人，无像个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要我是看内心。他们是上帝为了圣洁，
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，Second Timothy， 提摩提摩托什，第二章后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圣经讲，人啊，家己自洁，家己圣洁，家己脱离卑贱的代志，就定着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主合乎主用，有备好行各样的善事。好什么圣洁？因为你圣洁，主把你来接受你，主把你来用为生命。兄弟姊妹，给咱所做所行所话的，那是无圣洁，主无欢喜，主无舒感，伊未祝福你，未何未用为生命。所以，那是讲要做主的儿子，那是要做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定着圣洁，你要家己洁净家己。家庭，你家己讲，家己要洁净家己，个嘛就是你责任对主交代。大家讲，我有责任，对主交代。对主交代。人会徛到你主耶稣的审判台，每一个人所讲的、所做的，分别在你主的面头前交代。外邦人你相款，基督徒。本上款就在主里面交代，然后圣经佫在讲，主的审判是从伊的家开始的，从伊教会内面所要受的审判，比外口的人佫较难。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予教会真理，予教会伊的话，伊的公义，教会知了的佫去做。就是知法犯法，知影律法，搁去犯律法，就是听人所做的。所以罪加一等，罪加一等。圣话是讲你新的家开始的，这是圣经的话。Judgment is start from the house of God。新的话，行书上帝为咱信的，因为。那人把如解恩苗的名，予伊来用。咱即卖看，咱上帝是忌邪的，是圣洁的。看这路，这条路怎呢？大家看下，你知这是谁哦？这波大是谁呢？这波大是马来西亚教国前教会欧阳文峰，伊叫伊家己是牧师啊，伊叫伊家己牧师啊。那你看，伊无在教音尔，伊教音吼是荷兰的阿婆啊。伊叫伊家是牧师，甚至教人叫伊家己是牧师，伊就是牧师。甚至教人讲伊是基督徒的基督的教会，伊就是教会。唔是啊，伊本来是浸信型的会经的叫人叫欧阳文峰基督啊。然后，伊本来有一个查某朋友啊，所以唔知你存在查某朋友对伊了，当时啊变同性恋，当然推动同性恋。伊请六十几度，加起五人下波教伊，叫加了亲戚朋友，开始影响基督教会接受同性恋，歪曲神的话、圣经的话来支持同性恋，不教恢复交流。然后来批评咱这传统的基督教，批评咱徛伫真理、徛伫圣经的外面顶基督教，讲咱后底无搁再有潮流，是搁讲咱人封闭，讲咱愚公，讲咱人是一个叫做就是心恶的宗教。伊讲神爱世界上的人。所以你爱同性恋者，接受同性恋者，你讲对，我讲一句啊。上帝爱世界上的人，但是上帝是禁罪的神。上帝接受同性恋者，伊是一个罪人，伊要救伊人。但是上帝无接受同性恋的罪，明白无？
所以上帝徛完伊个等伊个真理正清楚个，伊爱世界上个罪来，伊来本来就是调罪人生命改变，要改变罪人就是来杀戒呢。当伊是罪人，上帝来到伊个厝改变伊生命，伊离开伊个罪，伊行死背，囊中伊所欺骗人。当伊来到玛利亚的所在，玛利亚是一个歹查某，上帝耶稣改变伊生命，伊无搁再做歹查某了，伊做耶稣的门徒。阿门。强盗在伊的边仔的，伊接受伊是一个罪人，伊救了伊的生命，但是伊无搁再做强盗，伊在伊主的面头前认罪悔改。上帝接受同性恋者，但是无代表上帝接受同性恋的罪。这叫人歪曲圣经的原则。在你古早内面，伫伫批评咱基督教，佮用着基督教的身份、牧师的身份，来代表所谓同性恋者 （homosexual） 来支持。好不食著，當然同時咧，嗰啲世界各地嗰啲 France 嗰啲美國已經是一世頭影響，但係人講丟嘅物件冇一定丟，但係人講唔丟嘅物件冇一定唔丟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咱唔是用人嘅目睭嚟看丟唔丟，咱是要徛嗰啲真理，徛喺上帝真理、上帝公義內面。来看代志，上帝讲对唔对？上帝讲会使做，圣经的话安怎讲？甲叫真理。全世界人到底做了，无一定咱基督徒就要做。全世界人讲对，无一定咱人基督徒就要讲对，因为咱基督徒是有真理的。若是基督徒讲对来讲，这个世界就无真理了，你看有够？这是有够。台湾的佛教，最近的佛教，顶礼拜佛教，台湾的佛教，一个微笑查某，微笑尼姑，为了两个查某搞淫，女同志 lesbian 搞淫，因为佛教是一个宗教，只要大家讲对的，人的道理讲对，伊就接受了，因为伊唔是神，伊所拜唔是真神，所以无真理。那安尼个宗教，你要信？当大家讲对唔对啦？当日子会点子啊？大家讲老爸使甲查某袂睏，无罪。大家讲对，是唔是对？是唔是对？当日子会点子啊？大家讲拍手无罪了，大家讲对，是唔是对？听你讲话。但是这个世界无真理，安怎活？到一日，这个世界是安尼款的。有一日，你查某来甲讲，阿妈我拍拖了。你问题不是问伊，咁是查某。你问题不是要问伊，是查某是查某。这种的世界都来哦。你爱唔爱？如果有咩人，你个女啊，你同你讲佢拍拖，第一个问题你咪问佢。同邊個拍拖？你係要問佢男定女啊？啊，咩世界都係喎，冇埋喎，我講，冇埋，即世界咪冇真理就成翻嚟世界。基督徒為乜一本聖經有教未看啦？基督徒為乜一本聖經同人講，後面是丟，後面是唔丟？所以好像本正初行得来，哇！真基督徒徛到你真理位，徛到你真理位，活到你真理位，包括咱的生命，该正，该对，该蒙福，到你主的内面，该忠德、公义，就是咱基督的面的感谢，咱包括该在天国会接受应许。圣经咱讲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二节。我哋多隻書啲人聽啲高質嘅知識，聖經是 totally against homosexual lesbian 同性戀，是上帝是固絕，上帝審判，驚愕，
这个行为的。OK， 咱看，咱岂不知影不义的人，未知道承受神的国吗？啊对，唔通家己欺骗家己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，还是佚佗淫乱的，青蓝色就是 homosexual， 打波的打波的，偷睇贪心的追求的，啊，这个骂人的、勒索的，拢未能承受神的国，啊对，未知道承受神的国，做安尼歹代志啦。圣经教了一句话，讲支持同性恋，无。圣经的话就是无支持同性恋，对其所多玛俄摩拉安装上帝灭掉的，伊人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城。所多玛摩拉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城，上帝用火来烧掉。那么你看，罗马书头条，罗马头条第一把咱家就变成。罗马书头条第一六节到十八节，一六节圣经讲，上帝任凭啊，主宰，福建话来讲啊，主宰，主宰乎啦，我爱做啊，你好做啦，主宰乎，买地基哦，主宰乎，你咪上帝买乎，主宰乎，上帝主宰啦，放纵去见笑的情欲，将查某应该的用处变成。倒头变的用处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查某变老查某啦，对不对？上帝出仔，应该查某跟查某变变结合的嘛，变到查某跟查某结合咯，明白？然后大方面相反，放掉查某应该用处，应该和查某的，上帝配合是大波查某一体，但是因欲火攻心，彼此贪心，大波跟大波行见效代志，伊人就去锻炼家己。诶，所做诶代志，伊来定，摕着报应，听到？摕着报应，听得清吗？圣经教是古话，支持同性恋者，无。但是耶稣爱同性恋诶人，耶稣要救伊人，因为伊人犯罪捆绑，耶稣要改变伊个生命，可以有机会入天国。耶稣诶。会被下面人的罪，但是耶稣从来唔捌支持过同性恋的罪，唔捌接受过罪恶，因为伊是公义圣洁的神，嗰啲真理是伊未在有犯罪，本未犯罪，本见罪嘅，那个上帝是至邪嘅上帝，阿门。所以啊，姊妹，人哋上帝要做路，正为一个。伊的形象啊，无论爱嘛，上帝会改造。所以凡是当人生命啊，拄着改造，拄着假事，拄着坎坷，你有啥？我甲讲，真正这时阵是圣灵的手咧，圣灵在你假事哦，假事有你决定，假事有你生，改造会改变，可能成为上帝啊。当你都对起伊所做汝起初的人的形象，了解？汝就开始做人了，对呐？无搁再做鬼啊！当鬼咱的情形就是人无滴人，鬼无滴鬼，对呐？人毋是人，鬼毋是鬼，像个人还是搁像个鬼，还是像个鬼搁像个人呢？明白无？上帝要改变咱的生命，可咱变得来是像人，像个是正人。公义圣洁真理啦，当公义圣洁真理啦，就上个耶稣了。等到上个耶稣，等你罪该怎么偷跑？你生命会改变的，你家庭的平安，就是完全的来面，安全的来面，就是帮助的来面，有受到罪的捆绑、罪的咒诅、罪的陷害，也是嘛。所以耶稣听了，我跟你讲，耶稣听了，耶稣听了，然后伊就是跪坐路。你要做路三个物件，大家来看，真理来讲，公义，圣洁，圣洁，你要做正路，安尼款会形成啦。是嘛？如果对出的话行，你生命来改变，要变起来。